大风吹，人来人往，该如何搭配？这歌我觉得不痛不痒，不好。再见。要分离，我的眼泪就掉下去。这歌不适合你，是有点不适合我。招牌动作再试一下。做事要原则，做人要独特，跟旧的路线走，怎么可能会跑在前头？好了，在起头。下一首吧，这个不行，失去的爱。失去的爱，我不熟这首歌曲，欧阳菲菲的。我觉得就这首吧，因为这四首歌里面，对它就是一个情歌嘛，那我们就定这首《失去的爱》。好的，你有没有很想唱的歌？王菲的歌还是？今天歌单里有一首歌，王菲刚才有一个什么《白痴》。嗯，这个歌很不好唱。这首歌我一直蛮拿手的。啊，真的吗？你知道女生唱王菲的歌是通常都是自杀吗？嗯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它太极致了。我觉得我们改出来的东西，包括 Hello， 大家好，占用大家几秒钟，我是瘦身营养师依依。我已经帮助上千位网友通过不节食、不运动、健康有效的方法减肥成功。这个是我好朋友周欣，生完孩子体重达到了136斤。通过我们提供的健康减肥方法，在不节食、不运动的情况下，两个月瘦了29斤。这个是佳佳，现在已经瘦了24斤。还有陈先生也已经成功减肥，一个月瘦了19斤。如果你也想减肥，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法，请加我微信 AC119876。再重复一遍哦，微信 AC119876。现在添加依依为好友，还有机会获得依依为您量身定制的减肥计划。包括我们的想要走的那个方向是挺极致的。我们唱肯定跟王菲唱肯定是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。我们也有我们的态度跟诠释，对吧？在人间这是今年爆款啊！看一下评论多少条，我的天，11万评论哦！那就这首好，那就这首吧。行行。哎，我们的对手在对面呢。哎，我们好了，搞定了。对，我们也 OK 了。那舞台见啊！所以你们还是要 rock and roll。告诉你，其实我们是唱民谣，对，民歌。我们是唱那个低曲，disco。低曲啊，对，还有舞蹈。哦，对，对，烟雾弹，因为烟雾弹很严重啊，烟雾啊。舞台见，慢慢练了。好的，舞台见，加油。今天选了几个歌，你的感觉，哪个歌最有，你自己最有感觉？那个好想大声说喜欢你，这个我觉得。特别好，我觉得杰哥应该你也喜欢这个。对，那我听一下。嗯，听一下。哇，第一声就出来了。Crazy for you。酷狗直播就是歌手多，本节目独家网络直播互动平台酷狗直播。酷狗直播就是歌手多，本节目独家网络直播互动平台酷狗直播。上酷狗直播为天籁唱将点歌，天籁唱将和他们的配对选手将会如何改编演绎对战歌曲？小哥费玉清手上的票数能否改变战局？谁又将在天籁唱将的帮助下取得最后一席总决赛的名额呢？